安博尼克 2G35XX Plus 迎来了系统更新，游戏厅中的 FC-GBA 模拟器的连发功能，增加了 Turbo 延迟功能控制。本次更新还增加了 Sega 32X 和 SCUM VM 两个模拟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次更新增加了应用中心，里面有音乐播放器，可以下载自己喜欢的音乐播放。新增了电子书功能，支持自行下载 TXT 格式电子书。文件管理器，方便快速粘贴、复制及删除 TF 卡内的文件。还有专家模式，可供玩家自行添加模拟器。2024新版 RG35XX 也增加了前面的那些功能。软件更新到 2024-0401， 希望本次更新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。